爆哈马斯直通习近平办公室，内幕惊人。哈马斯斩杀中国人视频疯传，中共被动说出死亡人数。香港陷入僵尸经济，仅存一个行业可赚大钱。揭露中共冇毒所制造病毒祸害全球的严厉蒙博士，独家爆料哈马斯勾结中共的内幕。根据爆料，在以巴战争中，以色列闻名全球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失灵，强大的反导弹系统铁穹失效，是因为中共与俄罗斯的黑客远端攻入了以色列铁穹系统，将木马植入了铁穹系统，同时中俄黑客还屏蔽了以色列的情报系统，造成了哈马斯装备了数千枚火箭弹，而以色列的情报系统竟然没有察觉。爆料还指出，哈马斯的火箭弹、小型导弹与无人机 90% 来自中共，中共是以生活用品作为掩饰，偷偷运给哈马斯。这个就是以色列铁穹失去嗅觉的内幕。中共和俄罗斯对以色列提前发动了超限战，并且中共向哈马斯输送火箭弹等武器。根据严厉蒙援引来自中共中央的机密信息，哈马斯与习近平办公室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习近平办公室的联络人是 EZ， 哈马斯的联络人是哈马斯政治局的副主席，名字缩写为 SFRN。严厉蒙说，现在时机未到，还不可以公布 EZ 和 SFRN 的真实姓名。哈马斯的联络人是巴勒斯坦人，曾经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中共曾帮助改革哈马斯，所以如今哈马斯组织结构和中共类似，有政治局、有宣传部和其他部门等等。哈马斯军事部门领导人麦罕默德·德伊夫曾经在石家庄中共军械工程学院就读，他的妻子来自中国甘肃省东乡族，既是中国人亦都是一名穆斯林。哈马斯在袭击以色列之后，德伊夫声称哈马斯的背后有神秘的力量支持，这个神秘力量就是中共对外联络部中西部15局的一个下属机构。哈马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公开支持哈马斯的人群聚集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口，高举着前苏联和中共的血旗，似乎是在向全世界公布哈马斯背后的神秘支持者就是中共。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之后，欧美国家不断更新本国公民伤亡和失踪名单，但是中共却一直回避中国人的伤亡情况。针对外媒的追问，中共外交部的回应一直是正在核查中。巴以战争爆发之后，中共不断操控舆论抹黑以色列，目前多家中共党媒和地方官媒还亲自上阵参与造谣，使用俄罗斯早前向叙利亚和乌克兰投掟白磷弹的视频栽赃以色列军队，称以军在人口稠密的加沙使用了白磷弹，煽动不明真相的中国网民仇恨以色列。不过亦都有大量的中国网民保持理性，并与中共宣传展开了舆论对抗。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共在外交上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的支持限制了北京在哈尔冲突中的站队选项，官方回避通报具体中国公民死伤人数亦都是出于这种考量。不过中国人在以色列伤亡和失联的信息仍然不断传出，以色列中华商会在10月10号通报了中国工人至少两死三伤，并确定了伤亡人员的身份。以色列中华商会还在华人头条网站公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一名华人男子被击伤倒地，腹部满是鲜血，奄奄一息。一名疑似哈马斯的人员高叫着“真主伟大，他是中国人，杀了他”，并用浓重的锄头不断斩向这名男子的颈部。以色列中华商会发布视频时表示，目前还不能确定视频中的被害男子是不是中国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杀死他的哈马斯分子认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这个视频传到了中国社交媒体上之后，很多网民愤怒地谴责哈马斯恐怖组织，并留言称是什么的价值观让那些人还在这里支持哈马斯呢？支持哈马斯也都是和平人们的敌人。还有网民讽刺支持哈马斯的中共当局，外交部讲了什么，战狼在哪里，
虽远必诛，要靠以色列。在此之前，以色列中国商会还公布了对一名受伤中国工人的采访录像。这名姓王的工人披露，他和工友7号早上乘车出行，遭到哈马斯无差别的枪击。哈马斯明知道他们是中国人仍然开枪，他的一名工友亦都中枪，目前生死不明。近年来，中共与以色列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大量的中国工人在以色列建筑行业和农场中打工。很多身处以色列的中国人遭到哈马斯的恐怖袭击之后，非常感谢以色列政府的救助，同时对中共颠倒黑白，一面倒地力挺哈马斯的宣传深恶痛绝，但是他们的言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不断遭到封杀。目前很多欧美国家都在派专机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撤侨，唯独中共只是不断地高叫尽全力保障以色列的中国公民安全，却不见任何派机撤侨的消息。面对舆论的压力，中共当局目前亦都开始公布以色列中国公民的伤亡和失踪情况。10月1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已经有3名中国公民死亡，2人失踪，还有多人受伤。但是社交媒体上传出的信息显示，死亡和失踪的中国公民数量可能已经达到2位数。11场假结束之后，港府原本预期大批大陆游客来港消费拉动经济，可惜情况不如预期。政经时评人孙老师形容这个是港府不切实际的幻想。目前整个香港经济处于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看上去还好像很生猛，但是灵魂已经死亡。换句话，香港形同僵尸，明明死了但却不能入土为安，被迫苟延残喘。香港原本是国际资金进出中国大陆的窗口，但是目前随着中国与西方的脱欧，香港的国际融资的功能正响度不断下降。现在的香港能够吸引到的都是来自中共的盟友，比如俄罗斯、伊朗的外汇。不过这些外汇不具备国际购买力，形同废纸。以故作家倪匡曾经在《追龙》中预言香港陨落的命运，要毁灭一个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灾，亦都可以是人祸。人祸不一定是战争，几个人几句话，几个人的愚昧无知的行动，可以令大城市彻底死亡。不必摧毁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大城市的任何一个居民，甚至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一样，但是只要令城市原本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它毁灭死亡。孙老师还指出，香港最大的优点就是自由、人权、法治。当中共开始屠杀这些优点的时候，香港的死亡亦都在倒计时之中，不得其志，虽生犹死。这个就是为什么形容香港为僵尸，因为香港城市的精神、灵魂和气质会荡然无存。在这个死亡过程中，香港很大可能面临着百业萧条，只有一个行业可以突围，这个就是走资行业。由于目前香港并没有实施外汇管制，资金仍然可以自由转往海外，很多中国资本家、权贵都需要将钱汇出海外，因此仍然需要香港来达成这个目的。这个就是目前香港金融体系唯一的功能，亦都是整个香港唯一可以逆势繁荣的行业。除此之外，股市、楼市、进出口贸易等等都会全线崩溃。他认为北京故意让香港保留这种洗钱、走资的功能，让香港沦为僵尸，这个对香港人来讲是一种最大的侮辱。他还指出，香港在彻底死亡之前有3个征兆。第一，港币被数字人民币代替，港币名存实亡。第二，特区护照不被国际认可。第三，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家不再接收港人移居当地。一旦上述3件事情发生，香港就会变成亚洲最大的难民营，因为到时香港人的逃生门已经被关上，国内又不断向香港输入难民，这个可能就是香港最后的结局。亦即是说，时间越往后，情况就越悲惨。他预计当香港进入难民营状态，那时的中国大陆会继续向封闭落后方向发展，最后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号的朝鲜，甚至很可能是一个大型的红色高棉。